昨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内湖区西湖里则举办了母亲节庆祝大会。西湖里林振雄里长特别订购来自宜兰礁溪有名的桂圆蛋糕，赠送给里内的婆婆妈妈们，同时也献上康乃馨，祝福社区里伟大的女性朋友们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当天，西湖国小操场挤满了上百位的女性朋友。原来是西湖里林振雄里长为了犒赏社区里的婆婆妈妈，特别订购了400份来自礁溪的桂圆蛋糕赠送给里民，也让还没发送蛋糕时就形成排队人龙的热闹景象。我们今天准备了400份的最有名的益顺轩桂圆蛋糕，给我们西湖里伟大的母亲，给她可以过一个欢乐的母亲节。还有一朵康乃馨，很漂亮的康乃馨，那是肥皂做的康乃馨，非常的漂亮。妈妈们拿到一盒蛋糕都笑嘻嘻，等一下你看她领的时候就知道了，笑嘻嘻。为了疼惜老弱妇孺，林里长还特别设立了快速兑换窗口，让80岁以上的长者以及孕妇还有行动不便的里民不用排队等候就能领取蛋糕，贴心的服务获得里民的好评。他有贴广告啊，楼下有贴广告在楼下，他有公布的通知单呢、啊。去年有领过吗？有。你觉得你想这样的做法如何？觉得很好啊。你好，几点就来排队？哎，对，第一次来排队。几点就排了？没有，刚来差不多20分。除了获得桂圆蛋糕之外，西湖里还赠送给每位妈妈们一人一朵康乃馨。在花朵与蛋糕的祝福下，大家可说都度过了温馨愉快的母亲节。中嘉台北新闻刘德瑜采访报道。